在座各位大家好。世界各地每一年都會舉行大大小小的樂壇頒獎禮，例如香港有叱咤樂壇流行樂頒獎典禮，韓國有 MBC 歌謠大祭典。而現時很多的樂壇頒獎禮都是由樂迷投票為主，好似全美音樂頒獎禮、是香港為人熟知的叱咤頒獎禮等等。我方並不反對少部分針對專業音樂技術的獎需要由專業評審選出，但現時很多的獎例如最佳男女歌手作詞人等，不單止是看歌手的唱功，更需要全面評估各位歌手以及大眾對首歌的意見。例如 KKBOX 香港風雲榜全曲的年度推介榜就會計算埋音樂的播放率，故此同類辯題準則在於由樂迷投選能否達到音樂頒獎禮的意義。我方論點有二：一、樂迷親自主導，公信力更高。填詞人蔣志謙指出，每個觀眾對歌曲都有不同的見解，有人話是神詞，有人話唔知寫乜。對待呢種音樂藝術好唔好係極度主觀嘅一件事。可見每個人對音樂嘅見解唔一樣，一首歌、一個歌手冇所謂嘅好同唔同。然而喺專業評判為主嘅評分制度下，獎項淨係可以反映少部分人嘅喜好，每個評判都有不同嘅審美。他所學習和精通的音樂種類都會影響到他的評分準則。有評判着重於歌手帶出來的感覺，亦有評判追求花巧的歌唱技巧。這麼大分別的評分準則，加上只可以反映極少部分人的意見，那又是否真的有公信力呢？相反，若樂迷投選出最高票數的歌手獲到獎，可以更加好地反映到大眾的意見。難怪根據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統經理曾志偉指出，有樂迷投票和參與樂壇頒獎禮是沒有公信力同認可性。二、表達社會聲音，回歸典禮目的。音樂人創造音樂唱歌的目的是希望將自己的音樂傳遞給樂迷聽，例如歌手吳龍峰表示，他希望自己寫的歌可以給樂迷聽一世，是有意義的。作曲人王慧竹希望自己創作的歌可以感動到歌迷，而在樂壇頒獎禮的目的在於透過觀眾投選出你心中最喜歡的音樂人，又或者根據歌曲的數據而頒發獎項的形式給予認可，給當時最受大眾喜愛的音樂人。因此文化工作者余樂文都指出，樂壇頒獎禮旨在表現優異的音樂人和歌手，而每個人聽完首歌之後的感覺都不一樣。例如話張學友的《藍雨》，有人聽完之後會想起前塵往事，有人聽完之後會懷念當初，但亦有人覺得佢淨係一首口水歌，值得大家聽。所以每個樂迷認定我呢首歌都唔能夠由評判一個人的意見去反映，由樂迷主導表達自己的歌曲意見，可以更加好咁回歸頒獎典禮的目的，令音樂人更加深刻咁體會到自己作品受到大眾認可。想問有方，專業評審沒辦法一個人代表曬所有人的想法，咁又應該如何將專業評審頒發獎項的歌詞反映到樂迷意願呢？多謝各位。有方主辯用詞為三分三十四秒，超時提出扣分。接住我哋係與方主辯有四分鐘時間，準備好開始計時。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喺討論今日嘅辯題。我們先來審視頒獎典禮的流程和流程。美國著名歌手 Katy Perry 表示，頒獎典禮是音樂產業的特殊典禮，因為他們可以作為多行業界的代表的組織，並且可以令不知名人士加一的成名。由此可見，雖然一個樂壇頒獎典禮已經可以令歌手帶來翻天覆地的影響，但是作為可以令歌手一夜成名在樂壇上佔有一席位的評價，頒獎典禮是必須的樂壇一定的責任。因此今天我方認為，
之力喺一技之長嘅一個人，用咗五千字俾人睇，確保佢哋嘅評判正確同公信力，唔會盲目左右場多分。相反，學習判斷表面，試問佢哋可以有效地為訓練共建良好嘅優良優良設計師監製嘅優良訓練。著名歌手 Edward Starr 曾經講過：一個好嘅頒獎典禮係認可同埋鼓勵音樂家嘅多樣性同埋並且對每個人都係開放開放嘅。如果品評音樂嘅質素，頒獎典禮認可責任家可以。
眾音樂可以成到名。所以如果佢哋成到名嘅話，想問有冇同學而家邊個小眾有邊啲小眾音樂係因為評判投選所以成名咗？所以今日有翻陰謀論咯，我翻二款質詢環節嘅時候問咗你二楊先生係咪真係因為資本
我哋見到咧，嗱2009年嘅容祖兒喺全年裏面4個頒獎典禮加埋傳媒大獎，一共獲得19個獎項。甚至陳奕迅連獲16個獎項，攞獎都攞手軟嘅時候，咁佢哋不停攞獎到底啲乜嘢問題咧？就話佢哋咁擔心攞獎問題，你係咪要限制每一個歌手一世人就可以攞一次獎咧？所以咧今日咧，我哋見到咧，原來有投票即係代表大眾認可，難道就唔係有公信力咩？第三頒獎典禮，有方話頒獎典禮冇公信力係因為佢哋覺得啲樂迷亂咁投票，但係咧而家見到佢係樂迷投出嚟嘅都好有公信力。美國主要音樂獎之一嘅全美音樂獎，所有獎項都係公開俾樂迷投票，而歷屆獲得最多次數嘅 Taylor Swift 同埋 Michael Jackson 都係大家公認嘅優秀歌手，所以反映係原來樂迷投票其實都可以選出大家都認可嘅歌手啊嘛。其實公信係基於大眾意見，咁樂迷點樣就點咁樣樂迷突然之間就會變得好似有風講到咁冇公信力咧？我想講。Thank you.
有方從來都冇論證過，甚至乎有方今日咧，只係想一班小眾歌手咧，喺你頒獎典禮嘅舞台上面出頭。但個個都有唔少有評判評審嘅頒獎典禮，有歌手的確係爆冷丁獎啦，例如第十一屆金曲獎啦，當時最佳男歌手候選人分別有張學友、陶吉呢啲家喻戶曉嘅歌手，但最終由啱啱出歌嘅獨立音樂人陳建年脫穎而出，爆冷贏咗最佳男歌手。曾經擔任金曲獎評判嘅台灣歌手謝賢指出咧，當時評判係因為想鼓勵獨立樂團創作先會投票俾陳建年。喺大家都唔認識嗰一位歌手嘅情況下，既然希望鼓勵佢創作，點解唔係俾一個機會大眾認識嗰位歌手，而直接頒一個獎俾佢，令嗰位歌手名不正言不順咁樣拎咗獎？呢樣嘢對佢未來嘅發展又係咪真係好咧？第二，今日有方同學嚟講咧，評判佢哋有好專業嘅知識，但今日問咗有方同學乜嘢叫專業知識咧？有方同學話咧，可以睇到佢嘅好歌喉，但我方就唔明白啦。觀眾耳仔又唔係聾嘅，點解聽唔到佢嘅好歌喉？點解唔會投票俾佢咧？甚至乎我方舉出台灣金曲獎嘅例子，有方同學講咧，其實咧只係嗰啲評判唔專業，我方就唔明白啦。台灣金曲獎咧係華語圈入面最大嘅歌曲頒獎典禮，如果連嗰啲專業評審都唔專業嘅話，點解邊啲評審係專業嘅咧？有方需要論證。第三位有方今日同我哋講咧，原來咧一班觀眾睇唔到背後監製或者設計師佢哋嘅付出，認同唔到佢哋，係由今日我方同意嘅。所以呢啲小部分嘅獎係應該交由專業評審去評判咯，係評判咯。所以今日有方要論證嘅係，因為呢啲獎佔頒獎典禮入面嘅獎項有幾多咧？今日係咪評判投咗佢哋之後就唔係由樂迷去主導咧？甚至乎今日有方係咁同我哋講咧，有啲歌手佢哋冇公司支持，佢哋出唔到頭。但原來見到原來而家香港歌手林家謙咁樣，佢都係無簽過公司，都係一個獨立歌手嘅時候，佢都可以喺唔同嘅頒獎典禮上面拎到獎嘅時候，點解佢哋出唔到頭咧？所以你今日見到嘅係咧，多謝大家。參加抽獎打電話去問佢，你中意姜同定張敬嗰啲嘢？
係，咁跟住之後咧，又去到呢個社會聲音嘅問題啦。點解你頭先咧我方公面嘅時候幾條例講啊，七成同三成嘅問題啊？咁而家你撳出嚟惡鬼參與，咁我咪七成專評判，三成俾你投咯，三成俾你全部嗰啲幫手投咯。咁但係你嗰三成你可以一樣都可以成為呢個惡題誒主要嘅關注度啊嘛，就算我退俾你。咁但係咧同但係我哋而家用專業評審委員可以做到嘅嘢係咩咧？就係、三成投完之後，我哋揾翻同一班人再用專業嘅價值觀或者專業嘅評審去再審視佢一次，客觀又更加好。再者係可以做擔當獎俾更加多嘅無名英雄，推動更加多名為我哋樂壇默默付出嘅功臣。多謝各位。27萬個粉絲，唔係有27萬個，有27萬支樂迷俾人保留，係咪知點解？
一小部分嘅問題係副線已經足夠影響投票結果。首先要清晒班嘅問題，邊一張圖可以俾人攞出嚟咧？就是、因為佢清晒學牌門票係俾錢買，而唔係個個學牌都係有錢。一小部分影響嘅粉絲已經足以影響呢個賽果，已經足以影響呢個班員嘅分數，影響佢哋嘅排小成績。你喺真正嗰俾人投出嚟，真正俾人加嘅粉絲，唔係真正俾人加嘅過程根本投唔出嚟。所以今日有方同學只係反對。要買奶先係投票咯，咁我哋今日係咪全部班嘅定係全部都需要買奶先係投票？我唔係有嗰個立場佢啦，而家同你問我哋有咩入氣，而家咪正如講話27萬之後買股落咯，我話哦，覺得唱歌好聽個總之係，個總之係我先會發生嘛，不如你而家同我，或者而家不如你同我解釋下，頭先我葉副出嚟同你講嘅瘋狂粉絲問題點樣解決？佢話以後所有樂壇嘅以樂迷嘅瘋狂粉絲為主嘅樂壇嘅方向。係啦，所以嗱，今日只要冇門檻，淨買牛奶就可以解決個入貨嘅問題。所以想問下有關，首先二副係咪同我哋講話咧？因為美國有一投票公平公正，大家都投，所以你就唔反對取消全民投票啊？嗱，不如你同我解釋下呢個樂壇應該點樣改善到公平公正？結果時間已用盡，甲方剩餘116票，可以自由派出全民投票。所以今日喺自由票嘅環節咧，可以得出幾個結論。第一，今日有班同學好擔心一班瘋狂粉絲，佢驚咧佢哋會浪費牛奶。但今日係咪所有頒獎典禮佢哋都需要有門檻去投票咧？我哋今日係咪全部班人都需要咧去買支牛奶先可以投票咧？唔係咯。所以今日我哋見今日嘅問題就係今日呢個瘋狂粉絲嘅問題係咪有解決方案嘛？我哋見到係原來我哋而家可以推行實名制，我哋可以加強監察佢哋係咪有做可能做嘅情況呢啲。唔公正嘅情況，所以今日見到係咧，有方所講嘅瘋狂粉絲原來係有得解決嘅，甚至今日有方好強調測要入場先可以投票，今日我方都反對要入場啦，所以今日我哋見到係原來我哋如果可能超級啲頒獎典禮咧，佢哋全部都可能係你有部電話都可以投好票嘅時候，有方又係咪唔反對呢啲頒獎典禮咧？甚至乎今日有方同我哋講咧，原來咧而家一啲樂迷咧會忽略咗啲歌手嘅藝術成就，但今日我方就唔明白啦。完全都無論直覺嘅係，今日樂迷投票必然係因為嗰位歌手嘅人氣，佢就係同我哋講咧，係一定係咁樣嘅啦。但有方從來都無論直覺咯，所以我哋今日見到嘅係咧，原來而家拎著咧都有班有實力嘅歌手，例如陳雷，例如係 Serenity 等等，呢全部都係大眾，多謝大家。正正在这个颁奖典礼是乐坛担当的角色，乐坛颁奖典礼从来都不是讲开给乐迷施宴。
彼此一個公平、公正嘅原則，咁樣方向都係重要一點嘅。加佢啲真正值得加佢嘅元素，即係歌手為樂壇貢獻良多嘅音樂人，根本達到頒獎典禮嘅功能。頒獎典禮就好似一間博物館咁樣，一個博物館就記載住一段歷史、一段輝煌，一個頒獎禮就能夠記住樂壇嘅門面。而一個好嘅博物館，首要當然就係有說服力。博物館專家可以評定邊啲文物可以進入邊個博物館，有資格可以進入邊個博物館，有啲受保護嘅文物邊啲唔可以。亦因此要做到公正嚴明，先至可以令人信服。亦要令一啲真正有歷史價值嘅文物得以保存，亦同時可以令到一啲不為大眾所認識，但卻富係富有文化價值嘅文物著到大眾嘅視野，就好比一眾專業評審可以確保呢個頒獎典禮公平公正，免俾啲流量歌手壟斷，發掘出真正有才華嘅非主流歌手，俾知名歌手入起萬眾嘅寶座。為樂壇注入新血，且更重要係標識住成個樂壇。而今日有香港口口聲聲同我哋講公信力同社會形象，我方一副同埋二款好清楚回答咗呢一個樂迷，我哋係唔俾嘅，我哋係俾三成。我今日就用翻呢個叱咤樂壇嘅例子嚟講，你口口聲聲同我哋講話叱咤樂壇，我就想問你，呢個最佳男歌手、最受歡迎男歌手同埋最受歡迎最喜愛女歌手兩個獎項，我加埋最受歡迎俾你四個獎項，咁我哋監製評判唱咗編曲最佳男歌手。幾廿個獎項，所以我係工程家嚟講，我咪七成同埋三成，我方已經好清楚俾個數字你啦。再講我係睇呢個樂迷，我方已經啱啱係公認同埋呢一個之後邊個，好清楚同你講，係有瘋狂粉絲嘅存在。今日有瘋狂講話呢一個人氣係唔會影響到我嘅運氣，即係啲瘋狂粉絲導致流敗落行，係咪因為覺得歌手好聽，所以先導致流敗落行啊？係咪因為講啲歌嘅質素咯？根本就唔係，就係俾佢人氣，俾佢商業性嘅影響，俾佢哋一啲俾佢哋啲偶像成分影響咗。再講，有朋友同我哋講咗呢個美國選舉制度，我可能同你講，你而家係質疑香港選舉制度係唔專業嗎？香港選舉制度呢一班專業嘅呢個立法專業嘅啲選舉委員會係咪唔專業嗎？實根本就係呢一個專業嘅立法咁樣嘅一個作用，就係俾佢哋一個專業眼光，移民人人都可以有一投票。美國之所以可以做到公平公正，係因為佢哋可以做到每一人投出嚟投曬票。但係我哋而家學民講明，大家要學下嘅，學台灣啲嘢，好明顯做唔到呢一個嘅全民性，做唔到呢個公開公平嘅。所以我哋而家要做咩？就係揾一班有專業知識人，我哋揾一班有多元化專業知識人，可以專業評審，可以出嚟幫我哋做一個投票嘅過程。而因此，所以我哋係絕對唔應該學民嘅，因為學民嘅呢一個學民嘅呢一個膚淺同埋呢個唔理性，係會點去實成我哋選舉成個呢個關鍵嘅結果。而我哋再睇下，有分行今日其實就已經慢慢睇到嘅成面咗，人氣係絕對會影響到呢個頒獎典禮嘅過程。頒獎典禮係一個學民最主要門面，啲表面同埋唔理性嘅學民，就會令到成個頒獎禮變成只一隻流行歌手或者單一批迎合呢個大眾嘅歌曲風格。頒獎禮係利用多元化為樂壇帶嚟優秀嘅歌手，令樂壇得以百花爭鳴、百花齊放。即更重要係將一個樂壇最好一面呈現出嚟，因此需要專業評審嘅專業眼光去選擇真正嘅優秀歌手。我哋今時今日用翻即插發嘅例子，香港樂壇輝煌不再，但頒獎禮仍然堅守住香港歌曲最好一面，帶到全球。多謝各位。
嗰啲學民一定評判更有公信力呢？喺有方眼中咧，歌手因為粉絲多攞獎呢樣嘢係萬惡嘅，歌手嘅粉絲嘅評價咧一定係錯，唔需要理。另一個歌手咧能唔能夠得到大眾嘅喜愛，又係咪真係好似有方所講咁樣，就係因為商業層面同埋人氣而同佢哋咧？咁第一個歌手嘅粉絲多令到佢哋攞獎，真係代表佢哋受到大部分人嘅認可，先會被大部分人投選，而呢個正正係樂壇獎項嘅可貴之處。樂迷投出嚟嘅歌手係咪值得攞獎呢？有方今日咧覺得咧樂迷咧係好膚淺嘅，成日都話樂迷咧係好膚淺，但咧今日咧其實咧樂迷咧會被商業層面人氣影響，唔能夠投出真正值得嘉獎歌手咧。有方全場都論證唔到點解噶？點解佢哋唔係因為中意而覺得佢哋嘅音樂質素可以投佢哋咧？其實所以咧。今日咧，樂迷冇專業知識咧，其實唔代表佢哋嘅意見就係錯，冇參考價值。因為咧，係一班歌迷先知道呢個歌手佢係咪對佢哋嚟講最大感染力。樂迷嘅意見先最反映到佢哋做唔做到音樂最想帶俾大眾嘅意義。而今日大部分嘅樂壇頒獎典禮獎項都需要審視歌迷聽完究竟代唔到樂隊，所以咧獎項咧應該主要由樂迷投選，只能夠令到喺音樂上最有成就嘅歌手得到。而且今日咧，有方咧覺得樂迷嘅意見就係膚淺嘅，覺得所有嘅歌手咧冇樂迷就最好啦，咁佢哋就唔會左右到成個投票嘅結果啦。但今日係噶嘛，佢哋係因為樂迷先最清楚究竟有乜嘢係感染到佢哋。樂壇咧頒獎典禮本身嘅目的咧就係表揚同彰顯音樂人一年喺音樂上面嘅成就，而咧假如今日啲獎項頒曬俾一啲樂迷唔識欣賞嘅歌手歌曲，樂迷會質疑點解係頒俾呢一班人，而唔係頒俾真正有實力嘅歌手？覺得呢個獎項咧冇公信力、冇意義，唔再去睇同留意樂壇頒獎典禮嘅時候，一班歌手音樂人辛苦咗成年，製作咁多咁唔同感染到大眾嘅作品，迎嚟嘅唔係一片歡呼聲，而係靜靜巴掌聲，又係咪大家留意嘅樂壇現象咧？多謝各位。三位，獎分別及其分數，最佳位三十，次佳位。
啲即係突然間聽到啲呢個人點解冇攞獎啦咁嗰啲嘅，即係我真係擔心嘅啦。但係先講翻佢，我其實咧但我唔係變超人嘅產品啊，我都講過次啦，所以咧我其實係我哋變體嘅。但係咧我收到呢個變體嘅時候咧，我係諗咧會諗其實呢個變體應該唔即係嗰種浪談主作為主，但專業研究為主嘅討論，而唔係應該係話，即係佢唔係討論嗰個量，我覺得應該其實即係我係選出為主咁樣，就唔係話即係有成嘅獎係我係選出嘅，咁所以就係我為主啦咁樣。佢唔係應該想嚟講啲，因為其實獎整出嚟咧，其實都唔整嘅，即係最佳男歌手跟住我最受歡迎嘅，最受歡迎男歌手咁樣。即係獎永遠整出嚟咧，如果可以整咁樣舉出嚟整嘅話咧，咁其實係意思係多數嘅。所以其實呢條辯評就應該啦，我諗想嘅討論嘅位應該係究竟由樂壇選出為一由樂壇選出為主嘅樂壇頒獎禮，究竟對香港樂壇嘅影響，或者係對香港嘅嗰啲即係音樂，即係其實樂壇因為都係我哋聽過啊嘛，咁雖然就係即係大眾嚟講嘅影響啦。咁香港嘅頒獎禮啦，樂壇頒獎禮咧，其實我記得啦，因為有四部嘅。咁即係除咗叱咤係最大之外咧，咁其實你發現成咁長咧，我都係叱咤啦，因為大家最多人討論其實叱咤啦，即係我好少會見有討論新城頒獎禮嘅啲場合咁樣。咁我知道啲頒獎禮會俾人話係分獎典禮啦，點解咧？因為有100-200個獎嚟㗎啦，咁就揾陣每個人都有個獎㗎啦。咁啲獎嘅目的究竟係乜嘢？啲獎到底點解會整出嚟咧？咁樣即係如果你論上一個樂壇佢係一個好有公信力，或者佢真係打嘅啲人嘅話，佢有四個嘅頒獎典禮出到嚟，有啲結果唔係咁分散。真係有幾百個獎出嚟俾，或者我仲要攞六七個獎咁咯，即係呢樣嘢應該唔會出現啊。所以點解會有呢啲咁多獎嘅出現咧？或者點解四個台佢哋會合埋去搞到即係勁大嘅香港嘅樂壇頒獎典禮咧？背後一定有個考慮嘅好多嘢，因為我覺得係即係值得喺呢場面討論點解會有咁多個樂壇頒獎禮，點解會有咁多獎嘅出現？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其中一個咧，面係希望你哋討論到嘅位喎。有全身即係出面題嘅時間，一討論重點應該係在於香港嘅樂壇究竟應該要去發展啦。咁各自去討論咗啲東西，應該就可以接出嚟嘅。咁其實我諗呢條辯題嘅時候咧，我覺得其實即係兩邊都有獨立，即係樂壇主作為主有啲唔同嘅，咁大家都有講到啲重點嘅啦。咁其中一點我想講咧，就係關於公信力嗰個位啦。其實咧公信力咧真係由你辯題嘅啫，即係如專業評審為主咁樣。咁一啲評審佢有專業嘅眼光咁樣，有個公信力喺度啦。咁但係所謂公信力呢個字就係大家對呢個獎有幾信服啦。咁即係講緊都係啲人數上嘅多與少啦。咁如果有10個人都選出嚟嘅，或者有幾百個評審選出嚟，同埋幾百萬個香港人選出嚟嘅獎，咁公信力呢樣嘢就自然不言而喻，一定係人數比較多啦。咁所以去到一啲位大家講話評審啲準則會一樣就導致冇公信力啦咁樣講啦。咁我好奇嘅就係、是。三位評判都係，即係準則都一定，我相信唔理一致啊！你係有啲評判睇重個外形啦，有啲評判睇重前方啦，邏輯啊咁樣。咁如果按照呢個邏輯，冇準則冇公信力，其實今日呢場比賽可能連超連三，我當埋三位評判，即係我哋專業評審咁樣啦。咁其實可能咧，我冇公信力嘅一個即係比賽裏面，即係你可以咁講啦。咁最有公信力嘅應該其實全部嗰啲學校啊，每人派呢個人出嚟坐喺後面呢度投票咁樣，或者幫大家都係佢手去數，其實你都最受。又叫有公信力咧咁樣，咁大家會唔會信服呢個結果咧咁樣？咁再大出嗰個嚟討論就係關於呢個公房樂迷啦。咁其實反光嗰度，我覺得最應該要出到嘅就係一啲樂迷，其實佢哋好多時候係睇歌唔係聽歌啊。即係我唔評論緊香港攞獎係咪即係呢個獎咁啦。咁但係即係都確實地係真係當一個比賽啦，一個樂壇嘅頒獎禮啦，都去到有樂迷去選嘅環節嘅時候咧。很多時候真的要看樂迷的人數有多少，即如果大家之前一月幾的時候，我記得前三好像是，即如果有 IG 會碌到，譬如有些人是叫你投邊個，叫你投邊個，成件事就好像是樂迷人數夠多，好像他就容易啲攞獎，其實都即這個邏輯都是合理的。所以其實我覺得今天粵方咧出那個瘋狂樂迷呢樣嘢出得比較好，因為前場先攞出嚟講就係、是、由樂迷選出的話咧，就一定要喺度鬥呢個嘅。即係俾嘅樂迷比較多咧，就係人嘅評論啦。跟住再推多一步咧，就係關於呢個 indie 歌啦。即係今日大家討論啲 indie 歌嘅時候咧，就用咗呢個買呢隊嘅歌啦。咁其實幾年前咧，買呢隊歌都確實係比較 indie 一個種類嚟嘅。但係佢而家呢個年代咧，買呢隊歌咧，啲人可能聽啲歌即係比較正常
最多。咁所以我預期即係喺我而家啦，我作為一個即係其實都係講 indie 歌嘅，即係我喺度諗緊，譬如啲南洋啦，即係南洋派對嘅歌啦，或者其他即係再 indie 少嘅歌嘅，其實真係唔係好耐冇呢個，因為聽歌嘅層大少少，我喺 Facebook 咧好似都係得幾萬啲聽歌咁樣。咁呢啲歌其實可能佢真係嗱我唔評論佢嘅呢首歌係即係啲專業嘅質素啊，啲詞啊成啊，但係確實係有個情況就係、是。如果一個班都係以樂壇選出為主嘅話咧，好多時候就係睇嗰個覆蓋度啦，有幾多人聽過呢首歌，幾多人聽過呢個人，咁呢個係真係一個無可避免嘅話咁所以講到去最後咧，我覺得大家喺呢個辯論上面好多嘅似乎都仲係停留喺樂迷選定係專業評審選個獎咧，就會更加公道啦，就會呢個獎更加適合個人，即係邊個更加適合去攞呢個獎咧咁樣。但係唔係可能有呢個人攞咗獎之後，佢樂壇嘅嗰個聲音或者對其他人點樣睇佢攞呢個獎呢個聲音，導致到譬如香港嘅樂壇嘅發展係點嘅咧？我覺得呢一點大家就似乎喺雙方入邊討論到，即係姜濤攞獎係一件好咧，即係我唔知投資啊，即係張敬軒係咪真係攞咗呢個獎咧？我唔知，因為我係一個專業評審，我睇到即係我聽曬咁多人聽咁多歌嘅人啦，咁但係。佢哋攞獎反映咗樂壇嘅一個狀態，而呢個狀態就係唔係一個健康嘅狀態咯？即係好簡單，譬如今日好多人講話咁如果佢哋好多人聽嘅歌，如果有好多人支持嘅人咁樣，咁佢攞獎理論上樂壇最多，大家就覺得公道啦。要留意嘅就係由樂壇選出定由專業評審嚟主去選出咧，佢一定係人得獎，一定人得，即係一定人落選噶嘛。咁如果落選人就永遠都會話哦，因為今日你樂壇樂迷數夠多啫，所以咧其實個獎咧。即係你贏人多贏人哋嘅啫，其實唔公道嘅，咁樂壇已死啦。一定係有好多人見到人咁樣講，跟住好多討論嘅。但係其實專業評審選嘅話，一定會有呢個問題。所以公信力呢樣嘢本身你唔去選，即除非個個有獎，如果唔係嘅話，呢樣嘢一定係會有好多人嘅，即係質疑嘅。所以個討論唔係淨係喺邊樣選係更加好，邊樣選係更加值得攞呢個獎，而係攞完呢個獎之後，香港個樂壇即係其他地區嘅樂壇會點？即係俾多少討論。足夠 cover 翻你前場失去嘅分咧，我都唔清楚。同埋有樣嘢有趣嘅
辯論，但係咁精咁精彩啦，喺我眼中，你嘅 point 就實際啦。咁一紅到結辯，唔知點解屌我，即係你自己成績翻唔到，你自己個自由辯論咁就有啲可惜啦。好啦，咁但係個輸係輸乜嘢咧？正方如果今日係輸咧，以表達嘅角度嚟講，我就會覺得係去到聽越聽到後邊咧，越覺得內容係空泛同埋重複。我推進同埋加深，尤其是你今日選擇咗係一副同埋二副位，幾乎打全攻嘅。嚴格嚟講，我 catch up 翻你哋嘅，即係我睇翻份稿咧，我甚至唔記得咗你哋嘅論點係乜嘢。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無論係你陳述你嘅説法啦，或者係做反駁嘅時候咧，並唔係用 headline 或者 point 或者 error 行先，而係習慣性地咧拋一堆説法出嚟，將嗰個歸納同埋腦補嘅功夫咧交俾評判我自己去做。咁所以我聽你上嚟唔算講得好順暢，我要估下你講啲乜嘢啦咁樣。咁於是喺嗰個表達嘅過程裏面唔夠清脆，唔夠 sharp 嘅，我覺得。調翻轉頭咧，今日嘅反科嘅同學咧喺表達嘅時候咧，喺個別嘅情況下咧個內容係夠豐富嘅，但係調翻轉咧，你哋好多時候嗰個説話咧就咳下咳下咳下咁樣咯，啊，即係唔係聽落去有啲生疏，唔算好純熟。咁呢方面又會比職大方比落去，所以你説話啲水準點解我唔知自己嘅分數點樣啦？咁如果即係我好快再講講嗰個即係內容嗰方面啦，我同意頭先嘅評判所講咧，我覺得大家入呢條主線入得非常之窄。咁其實可以討論嘅地方仲有好多，例如咧樂壇同同音樂，即係最低人嘅諗法同埋頒獎禮同同音樂頒獎禮嘅咧。如果樂壇頒獎禮係等於音樂頒獎禮，咁音樂其實係乜嘢嚟嘅咧？係眾人之樂，走進你嘅心，觸動人心，人人都識，有耳仔就可以分辨嗰只啊？定還是唔係啊？音樂係藝術，藝術有門檻，唔係政治最佳編曲、最佳咩作曲啊嗰啲有嘅分別嘅。就算一首普通嘅歌曲，佢唱嘅時候係咪駕馭到首歌？咁都係咪有專業嘅咧？例如中年好聲音咁樣，咁中年好聲音又係咪全部人都可以學嘅咧？咁但係與此同時，我哋都發覺咧啊，就算阿肥媽同埋仲文佢哋長期都有唔同嘅啊，所以學下佢哋意見，咁我點樣理解呢一種專業判別嘅差別咧？咁樣咁我會覺得嗱，樂壇個節目點樣處理啦？頒獎禮本身嗰個形式啦，亦都唔係好多處理啦。去到後屘嘅時候，呢啲質疑係咪要買牛奶倒曬落去啊？定還是如果香港就買快餐店嗰啲快餐小公狗，跟住去攞張飛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其實大家都冇乜點討論過，究竟落埋投票嘅時候，所以落埋投票咩方式啦？係咪純粹電子投票啦？使唔使實名登記啦？定係即係要成為嗰個會員啦？你啲大台咧要登記做會員咁，其實全部都係寫你登記咁，其實做唔到啦。啊，使唔使買嘢㗎？甚至乎你知而家唱演唱會飛，你買翻幾千蚊嘅喎，我會啱啱想去唱，即係追某個人，死又唔開佢名添。你追某個人咧，你買幾千蚊床上用品先至換來一個搶飛嘅機會。好啦，咁係唔係咁樣咧？好啦，但呢一種咁樣嘅形式，係唔係就代表曬所有樂迷票選？我又唔知道。好啦，調翻轉頭，專業評審係乜嘢專業評審咧？係咪人人都廿萬幾咁樣幾萬人係嘛？香港好多啦係嘛？咁我係咪唔能夠確保係嗰幾萬人就冇問題咧？咁就算廿萬尾咧，都有好多醜聞喎，近年都要改革嘅。咁呢啲部分又點樣處理咧？以至於頭先評判所講，喂，咁你其實頒獎禮係為乜嘅咧？係純粹為表揚、為嘉許、為鼓勵？佢哋講到為鼓勵，係咪為鼓勵有人嚟評得咧？因為我唔知道你哋想討論頒獎禮目標係乜嘢，你還是唔係㗎？我係課嘅，其實呢個頒獎禮嘅最重要目標，即係最簡單，你甚至可以話咩都唔係，係純粹為咗有個大 show， 呢個電視台或者主辦機構可以賺翻錢，咁咁樣喎，係咪先？咁如果你咁講嘅時候，咁邊個頒獎禮關注度高啲，賺到廣告商咁多，我咪贏咯咁樣。即係我會，當然我唔係話你一定要入嚟主持，但我頭先嘅講法就係、是。似乎咧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可以參與嘅地方咧，就唔係好唔係好理會啦。咁就變咗收集咗，收集咗嘅時候咧，粵方嘅同學將自己嘅贏位擺到好後先出，先至有諗法，但係亦都冇成績。正方同學嘅贏位咧冇推進，唔見得好多發揮，咁就錯失咗自己喺個投擲嘅選線上邊咧可以贏嘅位置。我覺得呢個比較可惜。咁但係係好似。咁咧就我諗咧講少少啦。咁其實咧，我諗
正正因為咁嘅緣故咧，可能大家要諗下咧，就係其實嗰個頒獎禮咧，你都嘗試想探討下，就係最終其實想做啲乜？但我諗呢個講法咧，大家講法應該係有自己嘅説法喺裏邊，因為如果冇自己説法咧，有時咧就會有少少白領講啦。咁咧就究竟好似咧，即係所講啊，係有個可信度啊嘛。咁如果好似甲方所講呢個可信度，咁可信度最終係想得到啲乜嘢結果出現咧？又或者咧，粵方咧嘅結辯佢講啊嘛，佢話一個傳承啊，一個記錄啊，一個啊類似歷史博物館啊咁樣嚇。咁最終想帶嚟一個乜嘢嘅結果咧？咁而啲結果會帶嚟一個乜嘢嘅影響咧？嚇，我諗如果要追求一個滿意度咧，就比較難一啲嘅啦。咁但係咧，起碼咧自己一套咧一致啲嘅講法，咁你俾人會知道就係有一種咁嘅説法出嚟，呢種説法咧係能夠俾即係至少嚇。即係講出嚟嘅時候係能夠容易理解同埋明白啲嚇。咁呢方面咧就係咧，我諗要諗咧就係我係呢個觀念咧，我係選出同埋大眾選出有冇唔同嘅咧？其實呢個配合意思即係話，我係咪會有一啲特別同大眾咧啲唔同嚇？譬如舉一個例嚇，我咧好少聽歌嘅咁樣，咁咧就我算唔算我係一定我係大眾咧？我係可能大眾又未必係我係嚇，因為如果講嘅話咧。如果講得上一個樂迷或者一個粉絲嘅話，會唔會佢有種嗰種特質，以至佢選擇嘅時候咧，佢有種嗰種特質嘅傾向出現咗咧？咁調翻轉話嚇，專業評審咧有種咩嘅特質嚇？專業評審本身自己有冇種？雖然佢話佢專業嚇，佢本身有冇自己個嘅喜好咧？又或者佢自己個喜好嘅主導性強唔強咧？又或者咧頭先提到專業評審當中嘅組成咧，話可以嚟自好多方面，即係好多唔同嘅人嚇，即使咧可以嚟自好多。背景嘅人，不過譬如同背景人咧，可能佢自己都對某種音樂一種必然嘅執著喺裏邊喎。咁如果係咁樣嘅話，你不評審出嚟嘅結果又係點咧？咁我意思即係話，無論樂迷同埋專業評審都好咧，其實佢本身都有啲好特別嘅特質，而呢種特質咧，會影響出個結果。咁呢種特質係點咧？咁啊，咁我覺得係可以咧，係講下嘅嚇，即係再將個特質明顯咁講出嚟啊，就係、是、其實好似方面講啊。佢後來到大可能苦力咁樣嚇，不似講咧，即係粉絲係種瘋狂嘅狀態啊咁樣嚇，呢種係一種特質，即至少係一種特質嘅確出。如果呢個係你嘅説法嘅話咧，其實呢樣嘢就應該可以早啲即係連貫啲咁樣講嚇。如果呢個係你嘅選擇，最尾個問題就問咧，其實樂壇屬於邊個㗎？即係邊個最終一個話事權或者一個權威性説法，樂壇屬於邊個？即係樂壇係個對象係邊一個？因為呢樣嘢咧係影響緊呢場，我覺得呢場比賽裏邊咧要處理嘅一個問題嚟啦。頒獎咧可以話係某程度好似一種能力嚇，但係如果樂壇係影響民眾，呢種民眾係影響一種交代一責任啦，定還是係有一種大家都覺得係自己有份嘅咁？咁呢個係你哋嘅説法係點樣咧？咁我覺得呢方面都可以要去諗下。咁我認同咧之前咧即係所講啦。即係甲方咧，嘅特點就係比較平均，而平均得嚟咧，四個對嘅演繹嘅方法咧，其實都幾相似嘅，即係嗰個表達啊，嗰個效果啊。咁粵方咧就係、是、礙於即係有唔同嘅展現嘅程度啦，即係個方式啊咁啊，我諗係有啲經驗啲嘅，帶住啲相對經驗少一啲出嚟去比賽啊。咁我或者調翻轉咁講咧，正都個人唔同嘅價值。咁呢樣嘢都可以存得到咁大嘅嚇。咁無論點都好啊，咁都多謝大家。咁我分享到呢度。